天晴，欢迎收看快乐五天晴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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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，长官听得懂这梗吗？有啊，有吧？有啦，应该是有在看那个飞哥的节目。对啊，去看，我们就是模仿飞哥的梗啊。对啊，我们快乐五天晴，其实这个有播了一集，目前在。YT 可以看得到，不会显在小巨蛋看得到，在小巨蛋，对对对对，那会不会有第二集？我们自己也不太确定，对，但是我以为现在要第二集，好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啊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那我们有在努力中了，看大家的回馈怎么样。但是我现在就是比较多兼职位，我又是那个制作人，对吧？对，是制作人，制作人，企划，对，企划的，所以希望还有昨天有刚《园林之夜二》，哦，对，俊硕，好看，好看，好看吗？大家看了没有《园林之夜二》？欸，不是，我老实讲，就是为什么你们场地越来越高级啊？对啊，但是哪？你们还是去一个洞口，是不是？对，欸，我们真的找了一个咖啡厅。你们去废墟吗？不是废墟，不是有一个场景叫废墟啊？它是一个咖啡厅，然后我们还布置。它是一个展映空间的，对，小小好看吗？很好看，对对，我希望一集比一集。我是看到你说你跟老合作比较开心，我就跳出去了。你好好跟我解释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没有就。我有解释啦，因为那首歌比较是你自己啦。对，我有看了，我有看了。对，还没看的朋友在我的风筝听。哎，我们今天好像是什么那种推销人员哦。对啊，广推销。对啊，那您就讲几句啊。您就现在就我们那个新加坡有演唱会。哦，对哦。8月10日开票。你妈没有这样认真。在10月10日演出。有人会去吗？不会。有人会去吗？哦，你们会去哦。有人想去飞去新加坡看的吗？你们买了吗？很多哎，还没开。没有吧？8月15日。8月15日是中午十二。对，提醒大家记得。8月15日中午12点开票。哦，真的假的？你们会去哦，好厉害。我相信会有人来的，所以就一起出国旅游玩，我觉得会蛮好，蛮特别的一个经验。丰泽家乡。对，对，大家去新加坡，丰泽会带大家出去玩。我很期待看到单子都算我的，确定？但他真的会有没有单子算他的？有人想去了吗？有有 ，OK OK。好，哎，我们的吃住算你的吗？都算我的。Oh my god！ 算我先住街边呢？住。好了，我们把那个大家今天